放不下了，都没空了。头目祈福向掌管海洋的神及掌管土地的神祈求，让阿美族人出海时风平浪静、平安归航，渔获农作物丰收。随后，部落的各年龄阶级在浪季每人持一块竹竿，在头目祈求后丢向海中，之后再由两名阿美族人驾船筏特别带着竹竿及一只活鸡出海，并将这两种祭品丢向海，献给海神。他们都过阿弟呢，我吃了福开过里阿嘞。他们们都过忙一路塞阿里阿嘞。我呀，都啊，马来亚塞过里阿嘞。阿诺达拉里阿都过咪，呀伊，你过阿外。阿诺达拉里阿都过芬兰，你巴清都你曼都，谁都个跟阿过里阿。我呀，马卡巴，海都里阿都过马卡巴弗里呢，日本。现在个消息都你呢，阿库库，沙罗，巴拉弗林克拉库库，阿弟呢里阿嘞。阿弟来个消息，侬呢？独立部落去年举行海祭祭仪时，因为阿美族人的船只没有船籍证及没有船员证，触及海域法，遭到海巡署人员收证，使祭典蒙上阴影。今年部落阿美族人依原基法向台东县政府申请飞鱼祭期间无船籍证及无船员证的族人核准出海，所幸县府在本月初已经核定族人许可出海，使本次祭典部落的船筏及人员可以很顺利的驾船出海完成祭仪。今天所有的祭仪都非常完整，真的，我们部落你看看刚刚的情形，大家都是很高兴很踏实，不像过去几年这样都受这个。因为有这个海域法的限制，我倒觉得这个今天做的是非常好。独立部落的传统海祭，新义国小部落的小朋友特别到场参与学习，在族人的带领下，小朋友们认识海域草间带的生物及族人经常采集的海产食物。是什么？妈妈说要能，妈妈说要干能吃的。这个叫比迪安，比迪安。啊，等下要记住哈。啊，这个比迪安，这个叫阿鲁多，阿鲁多，哎呀。刚刚到潮间带有发现到什么东西吗？很多东西。有哪些？嘎浪，嘎浪，然后海星，没有啦，海星，有很多海星，然后石臼，还有阿鲁多。没有。感觉潮间带如何？很好，很多，很丰富，它的那个好吃的东西。每到独立部落的海祭，部落都会杀猪并献祭给阿美族掌管海路的神。透过这样的祭仪，也将这样的文化习俗继续传承下去。记者法务台东成功采访报道。